过招呼，我们非常谢谢他。那么另外还有刚刚来到现场的，我们看到陈青龙陈议员刚刚有从我的面前走过去，好，谢谢我们两位议员，可能在忙碌着接这个选民的询问之类的。好，那另外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位呢，哎，我们待会他走到前面的时候来讲，我已经看到他了，我早上也在丰原也遇到他，因为我们早上在丰原呢，以前是我们木艺非常重要的木工重镇，也是漆艺的重镇，所以早上我们在那个北科，就是北科大在丰原这里有一个木创中心，今天有个成果展，邱爱山议员，欢迎议员，谢谢，早上也有到我们活动现场一起来参与，是我们丰原在地很重要的特色。好，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主办局呢，就是我们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在我们活动现场的是我们的李佳燕李科长，他是表演艺术科。好，我们陈青龙议员回到现场，再跟大家挥挥手，谢谢。以及陈本天议员，议员好，谢谢我们议员亲自来现场参与我们的盛会。接下来呢，我们要特别介绍这个是来自台中市阳明客家协会的总干事吴虎斌总干事，也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可能去准备待会他们有表演哦。以及台中市立丰原幼儿园的园长蔡淑春蔡园长，谢谢园长，谢谢。接下来在地有很多的里长好朋友，这边唱到名的也请你跟大家挥挥手，民生里的吴俊德吴里长，谢谢。西安里的罗茂荣罗里长，谢谢。还有富春里的陈立凤里长，北洋里的林清水里长，以及南田里的刘纯纯里长。好，接下来阳明里的林文瑶林里长，谢谢。连村里的林龙元里长，以及丰田里的刘瑞全刘里长，我们陆续到场的里长贵宾，我们这边掌握名单来陆续的跟大家做唱名的介绍。那么今天呢，在现场有一些市政顾问团队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呢，来介绍一下，我们有民政顾问张凯珍民政顾问，谢谢我们的民政顾问，谢谢您。以及呢，市政顾问包玉玲包顾问，谢谢顾问。还有李前路李顾问，谢谢，就坐在我们的正前方，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到场的顾问。另外，丰田社区发展协会的王洪昌王理事长也在我们的活动现场，谢谢。还有三村里的里长许全木许里长也在我们的活动现场，非常的谢谢我们所有到场的里长贵宾跟好朋友。那现在呢，我们是不是邀请贵宾到我们的台上，我们待会要邀请区长以及贵宾跟大家来致辞，我们欢迎我们在地的洪区长，谢谢。我们请到舞台，也邀请我们与会的议员，还有我们文化局的科长一起上舞台，市政顾问一起上舞台，谢谢。阿公，我让你立住，立住，大家坐回来好不好？让我完成的立住哈，谢谢。那你舞台舞到多了啊，我们的舞台是非常大的，所以要欢迎贵宾们一起到台上来。区长，我们到中间这里，谢谢。以及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好朋友，嗨，议员，早上台见，欢迎。来，里长，还有我们所有的里长贵宾、理事长贵宾，一起到舞台上。我们副院长出国，那但是呢，早上我们的活动有江红姐姐来，那么在晚上的活动呢，我们也派了我们的副主任来到现场，欢迎我们的吕副主任，副主任跟大家挥挥手，哇，跳起来跳起来，谢谢。来，顾问这里可以站，顾问这边可以，谢谢。好，接下来请用您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丰原区洪区长跟大家开场问好。好，谢谢，那我们谢谢小健哦，那刚。